王慧、警秘部长、严部长、海军、王司令，各位国军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今天再一次来到海军左营基地，不只是要表达我们对国军强化军备的高度重视，更要透过海军临船舰逢甲舰的成军典礼，再一次向世界、向国际社会传达来自台湾人民清楚而坚定的讯息，那就是我们捍卫中华民国台湾、守护自由民主生活的方式，我们一步都不会退让。